和玉又玉露。结果你有拉了吗？啊，你没有说话啊。哦，拿了。你一直在切水果，你没有说话，我就没有拿。哎，那我拿，我现在拿。喂喂喂！这打开来了。风扇的。来看看。他那个散热高度都是 CPU 外面，这样是 OK 的吗？什么会在 CPU 外面？就是像这里一定在 CPU 外面，总之会怎么样？还是没差。
原来就这样。OK。其他的我来抓，你拿着就好。啊？为什么跑来这个？等一下，先不要那个。是哦。先放回一下。好，我想说你热了。哦。用水。先把水给关了。哎。风的方向是怎么样？这样吹过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怎么把它拆起来？啊，我还不装上去啊。那你为什么拆起来？我还是比比看啊。我这样子，风应该是这样吹过来。然后嘞，所以刚刚是。夹在右边这样子。大家都很热。之前这个在哪里？它的盒子是在你房间吗？嗯。那我要去乱翻了。哦，你找盒子。